看看的，因为我们现在人刚好在日本，所以比较爱玩的。成就的挑战里面的脚踏机，你看我是。换3000块钱来挑战哦，3000块，好，继续挑战哦。他们的吉祥物狗狗优酷，对，这是他们自己的周边呢，你看，好可爱，Happy Day的狗狗优酷，好可爱。然后这是他们的周边毛巾哎，好可爱哦。我想要剪。粉红色。边的夹子去滑。我刚刚打，我现在要用这个去勾，因为你现在要去压另外一边，因为它打开你要用这样用。这个吗？我知道秘诀了。刚差一点点。这是要用单脚去滑它。过去。啊，不行。就是名侦探皮卡丘的帽子，就是你戴了之后，你就会有耳朵，跟它一样，超可爱。从后面往前拉的感觉，好重哦！它好重哦，是很重哦。不行哎，滑单边用滑单边的，因为它夹子没有力拉起来，你就要滑单边。你那样是把它弄更远的。滑单边，但是把它用更远，是没有动。有机会，你要抬他的屁股，抬他的屁股，把他抬进去。屁股哇，又变远了，把那个夹子戳到他身体了，不是，是这样夹不起来的，越拉越远了，拉屁股等这个他跑到最远的地方了。
那只叛斗兔的驼背猫。好啊。这是宠物当家二的，宠物当家二的玩具。摔的。狗狗呢？狗狗。昨天什么？昨天那个什么队？巴比塔的。哎，有过来了！一只脚插在他脖子跟你。那狗狗蛮可爱的，你看，那脸蛮可爱的。在抓屁股吧。啊，有拉到尾巴，有可能，有可能，没有。一到零分，用手指现在。哦，有机会哦，他拉住了尾巴了。来了，哎呀，掉下去了。你要抓头啊，一样是抓头啊，对，勾尾巴的洞。哎呦，你说到后面的猫咪了。还有一次，拉头吧，因为头比较重。好难哦！只有《死神日记》呼叫电影。三点多的梦，人家疯吐一块，然后前面要吐一块，就还是狗比较好。那就够。他说：“你把你戳了。”那他现在挑战位置就会很老。狗狗吗？好的。他戳了毛孔。边那一只脚戳到那个方块。啊，跑出来！太右边了。啊，夹子掉出来了。没有掉出来，没关系。哦哦哦！那你再来套前轮前夹。啊，尾巴，尾巴没有勾进去，要插进尾巴，这边要插进尾巴，我就要。对。等一下插尾巴试试看。哎，可是他来前面的哟，有点机会。对啊，他说是，他刚刚也有说是脖子，对，脖子有机会。用剪刀的惊喜的猫很难剪。哦，啊，有机会哦，有机会，有机会哦，有机会。搓尾巴，搓尾巴，尾巴的洞。有劲吗？尾巴的洞有劲吗？哎呀呀呀呀呀！弹开了，弹开了，还是要勾头哎，因为现在刚刚明明已经枪位了，已经挂上边了，可是又掉出来一点。那你这只前脚，这只脚来勾那个尾巴吗？尾巴洞，它尾巴是那个卷起来的。我有进洞，进洞了，进洞了。有机会呢，勾尾巴，我有对到。这次我要用这只爪。爪？什么？嘎爪？什么爪？我又动了，又进洞了。如果有的话，就可以把它勾过来。我有用。千块挑战夹到了一个这个很可爱的宠物当家二的狗狗，再夹到一只，反正我很喜欢，很可爱。
都是秃鹰。